我正当担任率领的中华民国国会议员团，今天上午到京飞往日本，参加第八届亚洲国会议员联合会。这项会议11号到16号在东京举行。我国代表团一席10人，除了刘克才已经先到日本以外，今天启程的还有郭继、陈昌波、杨根培、叶时修、张伯吉以及顾问等9位。古正当先生今天曾经接受了记者的访问。古先生，您这次到日本去参加第八届亚洲国会议员联合会议啊，是不是请您谈谈此行的意义？我们这次去参加的这个一八亚洲国会议员一八单联合会，我们在当前的国际的孤行的繁忙，尤其这个会议在当前选中了一个等于国中工会作为进行修改的时候，那当然这个形势有它的复杂性，也可以说有它的重要，还是重要性。我们的开会，不过我们本团呢，它是要本着我们中华民国的一贯的坚定立场，以反对田中的一个以工会建交的这个错误行动啊，去继续奋斗。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会议当中，能够得到大家的同情啊，对支持我们的立场啊，对支持中华民国的这个力量。我们以最重要的还要唤起我们亚洲国家的自觉、自强、自立，以我们亚洲人的意志啊，来决定我们亚洲国家的命运，以亚洲人的国家的力量呢，来维护我们亚洲国家的安全。主要的，大概双向是朝这个方向去奔走。好，非常谢谢您今天的访问，谢谢您。